给姐姐一同吃好不好？还竟然不给我，你等着吧哈！小朋友快看，我这里有满满一地的面具，可吓人了。我今天呀要选一个最可怕的戴上吓小宝林，把小宝林吓得哇哇哭。哎，就选这个，这个是最恐怖的，小宝林最胆小了，戴上一定会把他吓哭的。你们千万不要点亮这里的小红心给小加号哟，谁要是点亮小红心给小加号，我就揍他。我要戴上吓小宝林了。小宝林还在那里不知道呢，我要戴上把他吓得哇哇哭。小朋友听见了吗？千万不要点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加号，我要戴上喽。哎，哈哈哈，我戴上是不是很恐怖？啊，有人呀！啊，小宝林，赶紧给我吃爆浆糖，不然我就吃了你。啊，不给。哼，哎，这里怎么有个小红心被点亮了？讨厌的小朋友，谁让你们点亮小红心给小家伙的？你们要是点亮小红心给小家伙，妈妈会来打我的。啊，又有好几个小朋友点亮了，我这就去你们家揍你们。哼，我去小朋友家揍小朋友去。